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75页。875页，倒数第五行，从当中看起。又毗婆沙论曰：善根者，不贪、不悔、不痴，一切善法从此三生。今天我们从这看起。毗婆沙论里面说的善根，简单明了。根用树来做比喻，树木花草，它有根，它才能长成，才能开花结果。那么一切善，善法，这善法根是什么？必定是一切善法都从这三个根出生的，这就非常重要了。修什么？修心掌握着中心，掌握着纲领。善根的反面就是恶的根。换一句话说，贪嗔痴能生一切恶法，恶法感三恶道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。人生很短，100年，真的这一弹指就过去了，百年之后到哪里去？出不了六道轮回，那就三善道、三恶道，是我们去的地方。这就看这一生当中所造的业。如果恶多于善，恶的力量大，善的力量小，就三恶道去了。三恶道非常可怕，进去很容易，出来非常困难。佛在经上，我们相信他说的是真话，他不是吓唬我们，不是威胁我们。三途一度无千劫，就算是小劫都不得了。
什么叫一个小戒？佛经有很多不同的说法，大家平常熟知的就是一个增戒啊，人的寿命从十岁，平均寿命十岁啊，这很短的时期，每一百年加一岁，加到84000岁，这是人寿命最长的啊。我们现在是在减些，一百年减一岁，再从84000岁，每一百年减一岁，减到10岁，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。你就想想这一小劫是多少年，你慢慢去想，多少个小劫呢？5000个小劫啊，经常没有说小劫，我们就以小劫来算，这三恶道的最苦要受5000劫，也许你有一个机会升到人道来。所以说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呐、啊，这人生不容易啊。啊，一是人生麻烦就立刻就来了。啊，我们今天能得人生，哦，又遇到佛法，还遇到净宗，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呢。啊，这个人真的是幸运。什么好事都被你遇着了，那么遇到之后问题有没有福报？这话怎么说？如果有福报，你能够抓住这个机缘，一生成就；如果没有福报，空过了。没有抓住机会，净土真的非常容易成就啊！不需要消业障，不需要断烦恼啊！啊，只要信、愿、持名，你看这三条。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，信心坚定，恳切，没有怀疑，这一句佛号能念多少算多少啊！但是这个念佛要用真诚心念啊，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，这不算数啊！念佛的时候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执着，心里就这一句佛号啊，一念十念都能往生。祖师大德劝我们佛号不要中断，往生决定成就啊！世间什么事最好？念佛最好，没有比念佛更好的。
为什么不念佛？为什么打妄想？啊，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、不善的言行，都从贪嗔痴里头生出来的。我们要把贪嗔痴降温，啊，这三个根本烦恼，人人都有啊。没有贪嗔痴，你就不会到世间来，你就超越轮回了。在六道轮回里面的人，从地狱道、无间地狱到非想非非想出天的最高的六道里面最高的，贪嗔痴没有断掉啊，所以功夫不得了啊！唯独净宗法门，讲到待业往生，贪嗔痴不断可以，只要这句佛号能把贪嗔痴扶住啊，不断不是断法，断烦恼难，扶住比较容易啊，要有能力扶住它啊。那什么方法对我们有大帮助啊？真正有大帮助的，就是对于这个世界、人间、天上，不起贪嗔痴的念头就好啊。所谓是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这就好啊。这个人一生决定的生净土啊，例子太多了，我们听说的、亲眼看到的，是真的，他不是表演的。啊，所以《毗婆沙论》里就讲，一切善法从此善生。是故善能生妙果，病复生于善，故名善根。啊，能生妙果，这个果加上个妙，我们就知道，没有比往生极乐世界更妙的了。念佛不能往生，都是临命终时贪嗔痴起来了啊，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，财色名利有一桩放不下，就不能往生，他就障碍的往生啊，不能往生，善恶果报马上现前。这一生善多恶少，三善道现前。三善道是天道、人道、修罗道。啊，不善的念头多，善的念头少，
三卧道的境界现前，地狱、卧鬼出生。很麻烦，地狱时间长，论结算的很难出来啊。我们学佛这么多年，对于这桩事情有很深的体会。啊，小业障，什么样的修学，真能消业障，快速消业障，那就是幸运。痴迷广修功德啊，什么功德快速？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。啊，这是我这些年来跟同学们在一起用这四句话劝大家。啊，什么是好心？跟诸佛菩萨一样，念念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这个好心。这是佛菩萨的心，是大圣大贤的存心。啊，我在这个世界，不为自己，为一切苦难众生。啊，希望帮助他们离究竟苦，就是六道轮回。不离六道轮回，那个离苦得乐是暂时的，时间不长。真正脱离六道轮回，这是究竟的苦断了。啊，怎么样脱离六道轮回？往生极乐世界，脱离六道轮回，人人有份呐。真的不是假的，你把这桩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你再感恩佛菩萨。啊，头一个感恩释迦牟尼佛，不是他，我们怎么会知道事实真相？啊，得究竟乐。那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里面第一个真正的乐，无量寿啊，阿弥陀佛无量寿啊，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啊，无量寿，修什么法门都能成就，有的是时间啊，到极乐世界，谁叫你？阿弥陀佛叫你。极乐世界的教学，一对一的教啊。佛有这个本事，大众都在一个讲堂，个人学的不一样，但是每个人都感觉到佛专对我讲的。我想学华严。我听佛讲的经是华严经，佛传授我的就是华严，
一点没错啊！你学法华，你坐在我隔壁，你听的就是法华，你所得到的就是法华，就妙极了啊！大讲堂里面坐那么多人，每个人都感觉到佛是专对我的。叫沉船妙法，成就自己，教化众生。啊，所以你说这三根好不好？啊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啊，后面还有两个余善，也算是三根。不傲慢，不怀疑。啊，这个五个大善根呐、啊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、不傲、不疑、不怀疑。我们要学这个，这五个要扎根，然后能生一切善法。一切善法都从这五个根生的。有根，就有言语、好话，就有行动、善行，啊，做好事啊。后面自然是好的果报啊，所以我们记住是好。那我们这个日常生活都是教化众生，做一个好的榜样给人看。我们用真诚心、恭敬心、啊亲近心，修无界摄善，啊，学孔老夫子的五德。温良恭俭让，要正感，要记在心上。啊，日常居家生活温和、善良，恭敬，对人恭敬，对事恭敬，就是认真负责，对一切万物恭敬，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大根就是孝敬，就这两个字。孔孟做到了，夫子修学生三千，里面有七十二贤，七十二贤做到了。啊，他要没有做到，不能成为贤人。这五个字全做到了。孔子做榜样，温良恭俭让，啊，对于自己借鉴，谦让，礼让，
没有人不欢喜。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在什么时代，别人看到都生欢喜心，都生恭敬心、尊重心。啊，叫常生欢喜心啊！你说话，别人喜欢听，认真向你学习。自行就是化他，化他就是自行，是一不是二啊。下面念老引用《弥陀要解》藕益大师所说的：“菩提正道，明善根，就是清净缘。菩提正道者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也。此即成就菩提之清净。”这说得好啊！藕益大师说的。藕益大师这个《弥陀经要解》啊，文字不多，真正是非常扼要，简单扼要。印光大师对他的赞叹说：“即使诸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一部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”这个赞叹还了得吗？啊，十几年前我在新加坡讲经，演培法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，这是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。他有一天请我吃饭啊，我记得在素菜馆。啊，客人就是我一个。他问我：“净空法师，我今天请你吃饭，你知道为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没神通。”啊，他说：“我有个问题向你请教。”我说：“不敢当，请说。”印光大师对藕益大师这个赞叹，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？问我这么一个问题，啊，我就告诉他，印光大师赞叹一点都不过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真叫难信之法了啊！延培法师在南阳也很出名啊，他都怀疑，何况其他的。啊，怀疑，念这句阿弥陀佛就不踏实。啊，为什么？侥幸的心来修这个法门，哎，真好，我这个便宜赚了。啊，那是假的，骗人的，我就让他骗一次吧。存的这种心，啊，但是他肯念，他也能往生。品位不高。啊，如果是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来念这句佛号，品位高啊。
啊，高到你自己也不相信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欧耶大师的要解，《弥陀经注解》里头，第一殊胜。他讲的菩提正道名善根啊，就是清净。菩提正道是什么呢？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这一句话是净宗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！不发菩提心，不相应。菩提是求，什么是菩提心？古大德为我们解释的，菩提心有体、有相、有作用。啊，菩提心的体，古德常说的，至诚心，真诚到极处，这是菩提心的体。啊，菩提心的相清净平等，菩提心的作用对自己是正确，对别人是慈悲。啊，正确是自受用，慈悲是他受用，这就是修学净宗啊，要常存这个心，真诚。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啊，我用这几句话来解释，大家容易懂。早年间，我在美国、加拿大，啊，到处讲经，劝导大家发菩提心。我一共说了20个字。这前面10个字劝发心，后面劝一项专念，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，一共20个字，劝勉同修。啊，这20个字简单容易记啊，20个字十桩事。前面10个字是发菩提心，后面10个字是一项专念。啊，专，着重在专，所以要看破，要放下。啊。为什么看不破放不下，专这个字做不到啊？能做到专，专心、专念、专行啊，一定要看破放下。看破放下是最早我跟张家大师第一次见面
教给我的。我向他请教。啊，在这个之前，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。啊，最后这个单元，老师讲的是佛经哲学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对佛教产生很大的误会，认为它是迷信，它是宗教。啊，老师把他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，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他学哲学找哲学家，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是这么进佛门来的。啊，所以见到张家大师，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佛法这么好，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其如境界。那张家大师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我们看了半个钟点，一句话没有。啊，这是大师的教学方法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们年轻，心浮气躁，啊，问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所以他老人家在等，等着，等我们这年轻人把浮躁的这个心性放下了，半个小时，看到我们好像入定一样，他在说，啊，说一个字，有。我们精神马上等了半天了，啊，还不错，有。啊，我们精神又提起来了，又浮躁了。他老人家就不说了。啊，这等了大概10分钟，我们又恢复到好像定的范围。他就告诉我，看破放下。你看，就这么两句话，啊，差不多消磨1个小时的时间。看破，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再帮助你看破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相辅相成。我们那个时候初学，张家大师没有用佛门的术语，要用佛门术语，我们听不懂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大乘教里面的止观，止就是放下，观就是看破。那用这个名词可费事了。啊，2个小时我们听不懂。他用最浅显的，看得破，放得下，我们一听，好像就懂。啊，其实是不是真懂的？也是似懂非懂。如果真懂了，真懂了就放下了。懂了还放不下，这不是真懂。啊，所以我跟张家大师那段时间3年，每个星期见一次面，
啊，他老人家教我的都非常踏实。啊，我们做不到的，他绝对不说。啊，都是我们能做到的。啊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圆六尘境界，看破是什么意思？明了事实真相。啊，看破是不起心不动念，这是佛，我们做不到。我们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啊，起心动念太微细了啊！以后学佛学了几十年才知道。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最重要的，今天讲主观客观，主观的观念要放下，啊，为什么？错了，金刚经上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金刚经帮助我们看破，啊，看破之后你就能放下了。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法是佛法，啊，法都要放下，都不能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清净心中，一法不离。也就是一法不生，那是真心。这要学好多年，慢慢才能体会到。啊，要把这个环境、六道轮回、设法界。啊，乃至于大乘小乘，那是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对治烦恼习气用的一种手段，好像大夫治病开的处方啊，目的你吃了之后病好了，病好了之后怎么样，药就不要了，病好了之后啊，药还舍不得丢掉，那你永远生病，这就错了啊！所以法上应舍，世间法统统放下，佛法也放下，就成佛了。啊，世间法放下，佛法没有放下，最多你得菩萨的位置，成不了佛。必须把佛法也舍弃，为什么？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佛法因缘生，凡是因缘生法都不是真的。啊，佛讲得清楚，我们自己要能把它听懂，依教奉行。佛法的修学有法喜，法喜也是烦恼，法喜也是习气，要怎样？在佛法当中如如不动，就对了。不能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是妄想。啊，我们今天念佛，
心里有阿弥陀佛，算不算妄想？算。那我们为什么不放下？我们放下就没有依靠了，烦恼习气全冒出来了。所以用一句佛号代替所有的妄念，我们的目的不是成佛，成佛要一念不生，我们还有一念，我们不是成佛，是为什么？是为往生极乐世界啊！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之后再放下，就成佛了啊！所以这个道理要懂，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不再怀疑了，一心转念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啊！这个地方修行的环境不是很好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用功不得力，没有好老师指导啊，所有的环境都是诱惑，啊，都是让我们生起贪嗔痴慢疑。他不是叫我们清净平等觉。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教我们清净平等觉，就对了。啊，清净平等觉是因，大乘是智慧，无量寿是福报，一切福报当中，无量寿是第一福报。有他才有一切福报，要是没有他啊，寿命短，什么福报他都落空啊，所以无量寿是第一福报啊，到极乐世界都能得到啊，阿弥陀佛的教诲啊，大乘智慧无量寿福报，圆满的福报啊，庄严庄严就是美好啊，美好到基础啊，美好到究竟啊，啊，这个经题上半段是讲极乐世界的果德，后面是修因，清净平等觉是修因的啊，净宗修学的因缘果报都在经题上啊，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修行最高指导原则，就八个字那么这八个字念老师，此皆成就菩提之亲因，因种子也，乃成就菩提果之种子，故名善根。下面引的大悲经上说的，一称佛名，一世善根，入涅槃界，不可穷尽。大悲经上说，
知，善根是清音，从因得果，国具种子，复作圣因，如是辗转，善根无尽，是故菩萨具足如下种种妙德。这些话字字句句都是实话，我们要这个态度来学习，没有一个字是妄语，没有一个字是废话，稀有难逢啊。菩萨行从果上讲，具足如下种种善根，如下举出几个例子，善根妙德太多了，无量无边的，数不尽的，说不完的。举几个例子啊，第一个，摧伏一切魔君，这一句话是从比喻上说的。这个意思是不受内外干扰。内是妄念，外面是诱惑，这都是魔君呢。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，你们到街上去逛逛，那是什么？那是跟一切魔君交战呢，你受不受诱惑？你听到了，看到了，有没有动心？动心就打败仗了。如果还想拥有，据为己有，那你也是，这败仗就败得很惨了，你被他征服了。修行人怎样的？逛市场，不为所动。我是看见的，听见的，接触到的，如如不动，就修行啊。看电视也一样啊。如果被电视里面所表演的，你起心动念，错了，你打败仗了。你如果真正能在电视面前看到这个东西，寿命短了。短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一张画面展出的时间1/1秒啊。太快了，我们掌握不到啊，1/1秒，你怎么掌握到？如果我们用一张画面，用一个画面，
在百分之一秒这样的频率里头，让我们看我们可不可能感觉到光一闪，恐怕都感觉不到，是有光闪没见到。怎么没见到？它太快了。啊，我们用幻灯片，这是从前电影用的胶卷，老的电影一秒钟24张，就是它的一个画面在荧幕上显示的时间是24分之1秒。我们用一张把前后统统涂黑掉啊，让它在24分之1秒，让我们看看是什么样子。我们看到了光一闪，那个光里头有什么，什么也没看见啊，只是看光闪了一下，这是24分之1秒。1/1秒恐怕那个闪光都没看见。啊，何况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他的频率比这个高太多了。啊，一秒钟多少张的这个画面，张张都不一样的。一秒钟是2240兆。啊，像这个底片呢，在一秒当中就过去了。每一张停留在屏幕的时间啊，是2240兆分之1秒。完全看不到，声音听不到，没有感觉。啊，这些东西没有今天科学的工具，我们很难体会，概念都没有。啊，这么多科学工具在面前，借着科学技术，我们有一个概念。虽有概念，这个概念呢，看不见，没看见，它就在眼前，没看见，没听见，啊，甚至于我们接触手摸的时候没感觉。这些全都是魔君，魔君无量无边呐、啊。我们迷了，就受他干扰；觉了，知道他假的，不放在心上，不放在心上就不受干扰。啊，放在心上，就受干扰了。啊，不合自己心意的烦恼给你痛苦，带来痛苦。啊，符合你心意的带来是狂欢，狂欢给痛苦是一不是二。为什么？狂欢是坏苦啊，他在你面前，哎，你很喜欢了，他没有了你就苦了，你再也享受不到了。
啊，所以要知道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现不现随缘，决定不放在心上就对了。啊，那你就不受一切魔君干扰了，不受外面六尘的诱惑。啊，把五欲六尘统统放下，不但六尘不能干扰我，六根在六尘上不起心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，那是自性般若照见，照见五蕴皆空啊。不是假的。啊，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摧伏，指破除与降伏。魔者啊，前面有注，又制度论语夺慧命，坏道法功德善本，是故名为魔。此类鬼神有大神力，能与修出世法者为难作对啊，魔之军众称为魔君，啊，这个魔君是形容词，魔多。什么人没有魔扰？真正念佛人，真正下定决心，这个世间万缘放下，一心专求净土，他才没有魔来扰乱他。为什么？他有护法神保护，护法神护持，他决定得生净土。佛菩萨照顾他，平常人心里头见色闻声还会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是护法神就没有了。你用真心，护法神佩服你，护持你；你用妄心，妄心是什么？贪嗔痴慢疑。你用的这种心，生活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魔来干扰你，你自己并不知道。啊，这个修行人有一点功夫，他才会觉察。他让你起心动念，他让你分别执着。啊，你果然起心动念，果然分别执着，你就上当了，你就被魔干扰了。啊，起心动念太难了，我们自己不晓得。但是分别执着，这个烦恼粗，容易觉察。能不能不分别？真正体会到万法皆空，
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无所有，不可得，毕竟空，你才能不起心不动念。那没有到这个境界，都会起心动念。所以我们初学起心动念是正常的，要在不分别不执着上下功夫。这叫真修啊。这是境界，境界就是天天考验，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考验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方法通过。啊，不执着，首先就在这上专用这功夫，不执着。你的烦恼会去一半，修成功了就是阿罗汉。真放下了，放下贪嗔痴慢疑，放下七情五欲，清净心现前。我们这个精神清净心，功夫再提升，平等心现前。不但心清净，一尘不染，分别都没有了，是菩萨。啊，再向上提升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成佛了。啊，起心动念什么？烦恼习气没断，会起心动念。烦恼习气断掉了，起心动念没有了。这是最微细的无明。啊，佛经里面把烦恼比喻作魔君，啊，这个很有道理。像《大智度论》里所说的，夺慧命。慧命是自己本有的，不是外来的。因为有烦恼，智慧不能现前，所以叫夺慧命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：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啊，自信就是真心，真心里头样样具足，没有一样缺陷。怎么知道？因为它能生万法，如果它没有，那万法从哪里生的？所以万法是自性里头本有的。你要是觉悟了，魔都变成佛菩萨；你要是迷了，万法就都变成魔了。
啊，他来折磨你，他来诱惑你，让你生烦恼。啊，所以他能够夺我慧命，让你智慧不能现前，现前的全是烦恼。那坏道法功德善本，他来破坏你的道法，破坏你的功德，破坏你的善本。善本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，他把你的贪嗔痴引发出来啊，你看到的就起贪心啊，啊，不如意的就生嗔恚啊。帮助你天天在贪嗔痴里面过日子，所以称之为魔。此类鬼神有大神力，能与修出世法者为难作对。啊，魔之军众称为魔君，这是形容的毒。越是精进修行的人，找麻烦的就越多。为什么？大家都习惯都听到一句话说：“冤亲债主”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他为什么不找别人，找你？你过去伤害过他，他今天来报仇，来报复，啊，也不让你成就。道理在此地。啊，如果我们要改变，我们把自己修行功德回向给他，至诚回向，我成就，你也成就。我脱离轮回，你也脱离轮回。我往生极乐，你也往生极乐。他就不干扰你，他会变成你的护法。你越用功，他越欢喜。啊，你要是辩解，对这个世界还有贪嗔痴慢，他就来折磨你。他就来报复你，啊，来障碍你。所以，人生在世，我常说，决定不能有一个念头占别人便宜。为什么？你占别人便宜，现在得到了，你将来要吃大亏。啊！你要百倍千倍的偿还，不值得了。一个人一生在世间，啊，不跟一个人作对，没有冤对，没有冤仇的人，没有冤家对头，好啊。那要怎么样？别人怎么对我？言行，包括起心动念，啊，来害我，来障碍我，都不放在心上，不生怨恨心，不生报复的念头，没这个念头，还要怎么样？生感恩的心，替我消业障啊。我念佛功德回向给他了，
啊，希望他人生道上没有灾难啊，不能怨恨的啊，无缘无故他来伤害我，我这一生对他没有问题，过去生中有没有伤害过他了，这不知道了。啊，他找我麻烦，总有原因，不可能没有原因，所以要懂得原谅。啊，要懂得化解灾难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啊，这一生不是冤家，可前生是冤家，我害了他，这一生遇到了他害我。应该接受啊！纵然害我的生命，我也不报复，也没有怨恨，欢欢喜喜接受，他就解开了啊！解开了，多半是重罪轻报啊，决定不跟任何人结怨仇啊，对人不施恩德，决定有好处啊。张家大师，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教我啊，因为他看我没有福报，没有智慧，啊，没有修积功德，还短命。啊，幸亏遇到大臣，遇到佛法，就教我。不是，说得很清楚，财从哪里来的？财不是得来的。今天你看到世间这些财主大企业家，他命里有财，从哪来的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财布施得来的果报。你没有修，当然没有啊，你怎么能就怪他？啊，自己要想有财富，修财布施。那没有钱呢？真的没有钱，生活都很困难。那老实告诉，一毛钱有没有？一块钱有没有？我这可以。这些就从一毛一块。其布施，要常有布施的心，这个很重要。遇到缘，随分随力，这个缘不能空过。那我们学了佛了，常常到庙里听和尚、法师讲经，那庙里有人放生、化缘。啊，化小钱，一块一毛都收。啊，他就买动物放生，印书，啊，印送经书，好事情啊！啊，我们到寺庙去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，啊，遇到了，身上带多少钱，全都给他。钱很少，不多啊，遇施真的果报现前，越施越多啊。老师说的才是这么来的啊。聪明智慧是法布施，
讲经教学属于法布施啊，认真把这桩工作做好，学习经教要深入，啊，教别人讲解要关机，要知道他的程度，要齐齐齐理，开智慧啊！啊，无师自通，我们从这个准备功课的时候体会到。遇到很难体会的经文啊，注解上说的不详细，怎么办？老师教我经本放下，一心拜佛，啊，拜上几百拜，那忽然就明白了，就懂了，赶快拿笔来写。有的时候记不完整了，啊，一面写一面要忘掉不少啊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啊，这个俗话说佛力加持，这种情形常有，一个星期总有一两次，非常有效啊，拜佛真能开悟。法布施能够长智慧，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啊，无为布施第一个就是选择素食，不吃众生肉啊，以前不知道啊，啊，杀生吃肉招来的是短命啊，而且招来是冤亲债主，你给这些众生结冤仇，他来找麻烦了啊。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懂得这个事实真相，再不敢啊，绝不伤害一个众生啊！这就是三种布施的三种果报啊：财布施的财富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。这三样东西都是人所求的，有方法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你只要相信，你只要真干，你就得到。啊，那么这种日子随着年月，一年比一年增长啊，提升啊，啊，十几年下来说信心十足啊。为什么要施？施才能积大功德啊，才能这个佛门里头办一点事业啊。十年前
剑桥大学有个教授，麦大伟教授，我们认识。他到汤池去参观，住了三天。回国的时候，在香港住了三天。我们谈了六个小时，他就劝我到英国来办学。啊，希望在剑桥大学开大乘佛学这个课程。好是非常好，语言不成熟。啊，不成熟，什么原因？他最重要的是没有钱的。我一生不化缘，啊，从来没有伸手问人家要过钱，这个我做不到啊，没人支持啊。啊，那么今天真理办汉学院缘成熟。啊，前年我把十方的供养在香港设一个基金，啊，这个基金专门用来办学的，啊，所以筹集有一笔资金，啊，那这边每一年度的开支可以负担。啊，这个事情做好了，我知道供养就越来越多。为什么？大家知道这是好事，都想来参与，啊，都想来修积功德，啊，所以彩礼没问题了。张家大师教我，65年前，我们这个布施了65年，才有今天呢，才能办一点事情，啊，缘成熟了，啊，遇到校长，谈得很投缘。啊，所以佛事门中有求必得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些。尊重奉祀祝福，修善积德啊，这一句本经41品我们现在还没学到啊，在后面为往生边地者于莲花中不得出现，于500岁中不见三宝，不得供养奉祀祝福，故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见佛与师父，见佛奉祀祝福要善根，要福德，要因缘。善根就是要把私货贪嗔痴慢疑断掉，善根去除了啊，有善根还要有福德，
啊，福德就是三种布施，有了善根福德，因缘会常常遇到。啊，善根福德不足，啊，十年前剑桥的缘有缘，没有善根福德不能圆满。那我们这个十年的累积，啊，讲经教学，三种布施的累积，啊，到现在遇到校长，这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啊，可以办事。这个缘稀有难逢，啊，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多，啊，如果没有佛法，没有宗教教育，啊，宗教教育的定义一定要清楚，避免大家怀疑。啊，宗教教育依照中国文字，宗，它有主要、重要、尊崇三个意思，教也有三种意思，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所以宗教两个字，中国文字是说什么？它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它是人类重要的教学，它是人类尊崇的教化。用什么方法来把现前这个社会混乱化解，把这个世界带向幸福和平，要用什么？老祖宗教给我们，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。无论干什么，都要把教育摆在第一。那宗教是最重要的教育，是最好的教育。不能丢掉，赶快找回来，宗教回归教育。啊，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，你看，都是伟大的教育家。他们都有能力做一桩大事啊，但是他们选择的都是教育，他没有选择企业，他没有选择从政，他选择教育啊，孔老夫子选择的教育，释迦牟尼佛选择的是教育。你仔细看看，哪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不是搞教育起家的？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，这八个字重要。我们今天化解世界的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，还是要靠教育。什么教育？
宗教教育、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、圣贤教育，这个世界能够回归大智，能够回归盛世太平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供养、奉祀、祝福，这个要紧的。往生边地的人也算不错了，他在边地要住500年，这500年当中他见不到三宝啊，他不能够没有机会供养、奉祀、祝福，啊，但是阿弥陀佛关不关心他？关心，照顾他，不能明显的照顾，为什么？他有业障。啊，还是照顾他，还是帮助他。啊，故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，见佛与四佛。啊，这上面这一句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，弥陀经上讲的。啊，念老引用在此地。告诉我们，见佛、奉祀、祝福、见佛，都是要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读到的经文，极乐世界这些菩萨，有能力、有神通。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到十方世界去供养佛，去听佛讲经说法，这是大福报啊，这无比殊胜的功德啊，一尊佛那里学一部经，无量无边诸佛，同时就能够把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全学到了。自己学到之后，一定是帮助众生明灯啊，菩萨智慧照破众生明暗，令众生开解正道，这就是化他啊，像净严书里头所说的，自具智慧能生悟解无始万物啊，今天讲生物明是的明啊，这是世间的明灯啊，啊，照见一切苦难众生，帮助他们离苦得乐。慧书里头说啊，照世间明暗，故人为是明灯，一切众生都在你，一切众生都在黑暗里头摸索，找不到出路，
很苦啊。啊，要靠这些菩萨，这些菩萨多半都是极乐世界的菩萨。啊，极乐世界的菩萨特别慈悲，为了感恩阿弥陀佛，所以都向阿弥陀佛学习。阿弥陀佛普度众生，他们到处求法，希望早一天证得圆满，以自己所学来教化十方苦难众生，啊，自心化他。下面讲福田，田是田地，田地以生长为宜，它可以种庄稼、粮食、蔬菜、啊、水果，我们日常生活必须不能离开啊，土地能够生长，所以佛用这个田来比喻啊，要种佛田。与具德者造福，则得福报，种福得福果，这叫种福田。应供之人名为福田。这也是学佛不能缺少的一个重要的学苦，就是要懂得种福田啊，遇到这个机会不能放过，自己有能力应该常常提倡引导，那个福田就更大了啊。像今天有许多地方办道德讲堂，传统文化，这都是福田，真正的福田。啊，有能力的人他办，没有能力的人看到这个机缘协助他，甚至劝人去参加道德讲堂。道德讲堂是短期的啊，三五天一个星期啊，短期的，劝他去学习，劝他去参学，都是无量功德。都是稀有难逢啊。啊，如果有能力帮助他，远方去的要旅费，帮助他一点旅费，好好去学七天，他七天真的受用，真正知道忏悔，回头是岸了，你救了这个人呐、啊，帮助他转恶为善，这是真实功德。所以佛家用众福田啊，应供的人就是自己的福田，
你供养的这些人多，帮助人回头，恶人变成好人，叛逆变成孝顺，啊，无恶不作的，这社会上不是没有，有啊，都能够回头是岸，都能够重新做人，啊，做个好人，这谁给他的？众福田的人帮助他。探玄记里就说：“生我复故，民福田。”啊，这种修行能够生福啊，帮助我生福，这就是福田。啊，优婆塞戒经里面讲三福田，这经上常常也用的。第一个，报恩福田，父母师长，我们的生命得罪于父母，我们的慧命得罪于老师，父母老师对我们第一大恩呐！啊，那现在人无知啊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甚至杀害父母师长，时有所闻。佛经上说得很清楚，这是忤逆罪，五种堕无间地狱的罪，这个人糟了，这得了啊！第一个，杀母亲，母亲的恩比父亲大，从小要照顾你，要把你照顾成人啊，所以杀母亲比杀父亲的罪重啊，他摆在第一个。第二个杀父，第三个就是杀老师，经上讲杀阿罗汉，阿罗汉是老师，他住在世间，无条件的教化众生啊，讲经教学啊，你看看前面三个，父母师长啊，当中两个触佛身虚，佛是老师，佛的福报大，没有人能害佛，佛有护法神保护，所以让佛受一点伤，流一点血，有要置佛于死命，不可能，没有人能做到，是触佛身血，这个对佛大不敬，这个也是无间地狱罪业。最后一条，破惑惑身，真正修行学佛的道场，你破坏他，你障碍他，让他不能行道，这也是忤逆罪。这五种罪是堕无间地狱，堕无间地狱很麻烦，无量劫都不能出头啊！可是我们在学佛这些年当中，
见到造无孽罪的，堕无间地狱的，能出头啊，当然人不多。唐太宗离开无间地狱了，唐朝到现在有1000多年了啊，他死了以后就堕地狱啊。10几年前在深圳，他附体啊，说出他是李世民，堕无间地狱。你要问他为什么？你是个好皇帝。他说：“好皇帝造了地狱的罪业，也没办法避免的。”啊，那现在怎么出来的？有个菩萨把他带出来了，地藏王菩萨啊，什么原因带出来他也不知道，他说自己说不出来，这菩萨慈悲把我带出来。我们今天明白了，他下令编的群书之要这本书出现啊，那是他出来的时候他并不晓得啊，我们知道的是我们亲自看到他附身。那一年我住在澳洲啊，群书之要这部书发现了，有一个听众，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到这部书，我找了好多年找不到，打听没人知道啊，居然找到两部啊，寄来给我，我在香港啊，我也看到很完整啊，文字没有受到伤害，纸是很破旧的啊，但是字没伤害，我交给世界书局印一万套，这第一次反映出来这个功德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也不是把这个事情做这个好事回向给唐太宗，没有这个念头啊。在我们看到样本，他突然来了啊，附体，我们五人法师在此地，附在五人法师妹妹身上啊，那一天五人也在场，人事在场啊，说出他是李世民，我们请他坐，他不敢坐，跪在地下感恩。这感什么恩？群书之要，我才恍然大悟。他告诉我，这部书能救中国，能救全世界。我们今天搞汉学院，主要就是读这部书。啊，为什么他能救全世界？啊，我们要培养一批老师，啊，读这部书，把这部书读通、读明白、讲清楚，啊，写成白话文，翻成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字，对全世界流通，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读的这部书。这功德大，唐太宗来开导我，啊，他附体时间很短，不到10分钟，说完了他就走了。
啊，有人告诉我，他并没有离开道场，在我们念佛堂参加念佛去了，念了一个多月，他离开了。这个确定不是假的。人事的妹妹做不出来的。啊，他也想不到的。他也不能故意表演给我们看。不可能，是真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